来了来了。啊，牛车，牛车还要付钱呢。对。对。哎，他已经开了。好，你洗。哈哈哈哈哈。奇怪，怎么没有开？妈妈推车就交给你，走吧，往前走，先去船坐船吧。嗯，走吧。他说先坐船，先去坐船那边等一下，不然错过了又要等好久。对呀、啊，过，我也在拍。他说顺这个不能走就可以到了。哦，有点冷呢。我还没到。没关系啊，那个是在这里的，等一下你出去，太阳一晒。龙一直在喷水，天然池啊，左边啊，等一下回来再拍，等一下回来再拍，先去坐船。这里是好，好吗？是吗？对对，是啦，应该。哎，是这里吗，爸爸？他说天然池啊，这边是往天然池啊。绿洲茶。林州厂，你刚刚看到林州厂吗？没有嘞。嗯。阿公先走。是啊。阿公会帮我们去看路。阿公看路。看路。看一下。对啦，林州厂在这里啦。对，林州厂。这边林州厂。啊，这个还要走下去啊。天然池就是这个啦。对，它有什么？就是中央有 BOSS 的守护神。就这个啦，这只龙。天使，对，就这个龙。这只龙啊。像天使，各式各样的莲花会开，就是莲花。那莲花叶已经开了，这个莲花要开还要一段时间。对，莲花。记得啦，你有记得。啊哈，安安。老公。我们给他们厨房沐浴。坐船了。哎，太阳一晒就热了啦，就很热了啦。枯掉了，根本就没有穿。就在这里啊，晒。哇，以为还要走一段路哎。就在这里啊。回家了。前面那里吗？十点半了，十点半，然后十一点了。呛死够！你这种没迄个诶。饼干呐。公斤。
公鸡。아이고, 거치가 다 뺐잖아요. 우리 집이 쓰고 자다. 응. 저 땅 내고.